你为什么去尽管理文化？他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说了，他就没事了。那天碰到他没开车，我就送了。那你应该算是我的福星了，每次有难你都来帮我。你们现在没见过。嗯，黄立香外面。你如此的伟大了，我可以帮你们的事情。这里是北纬32.0936度，东经118.7939度，也就没跟关丽芬第一次拉手的地方。你为什么老去巩林巷啊？那儿有保密单位，地图上根本就不让显示。